哦天啊，原来已经在这里！哇靠，果然在这里！靠，这真的有够难找的。打死他们！打死他们！不要给我留面子！打死他们！好，就这样。吉德兵，我看一下吉德兵在哪里。没有吉德兵，吉德兵是这个，快点过来！佣兵没要过来吗？就这个，哥没有看到。啊，吉德兵在哪里？没有看到吉德兵啊！没有吉德兵啊！等一下，吉德兵去哪里？吉德兵是这个哦，找到找到。我太久没来打这边，跟我自己都忘记了。OK， 然后点一下技能，召唤法术，然后召唤反抗，点一下。OK， 好像满了吧，对不对？22不就满了？可以再投资别的地方。将吉德兵交还给奥马斯。那你会给我什么东西？马西嘎。等一下，我体力。点啊。艾希啊，不是马西啊，艾希啊。等一下。我记得这个任务，奥马斯会给我一个东西。对，奥马斯会给我一个戒指。哦，是这个，看毒加28。看一下哦，看闪电加21。我现在看闪电已经够了，然后我需要看毒。这个，好吧，这个抗寒的话，这个对，你看这个比较好一点。然后这个混沌的加这个看毒加28，然后还有。加一点力量跟生命 ，OK， 我就用这个好了，那这个就可以给他卖掉，这个看闪电也就没了。我看闪电，我闪电抵抗力已经接近75%了，所以就这个就不用了，拜拜。来看一下这里，然后去找那个地窖啊。哦，地窖，你看，靠，这两个任务点同时在同一个地方，地窖就在这边。等一下，这他们在煮什么东西啊？煮死人是不是啊？好恶心哦！剥皮地窖就在这里，进去。等一下，啊，不要等了，不要等了，直接进去打。哦。来个符文破吧，我现在很需要一个符文，包括愿不愿意给我一个好符文呢？有王有王，哇，赶快打！哦，佣兵在后面，这爆裂神殿，哇，好危险哦，爆炸药剂。死了没啊？哦，死了！哦，大型护身符又拿到了，哇靠！今天好像给我一大堆东西耶。大型护身符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加斯力量没有用。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没有回复药剂。哦，等一下我扣兵快，全部快死了。哇，怎么那么快啊？哇，好快啊！哇，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好痛！哇，好激烈哦！炸死他们！哇靠，超激烈的，这也太激烈了吧！
这爆炸药剂我就不拿了。哦，靠！在剥皮地窖中找那个家伙的鳌。啊，他有些任务真的很无脑哎。哇！炸死他们！在这里吗？哦！有王有王！给用兵戳，给用加油！加油戳死吗？哦，还可以戳死！哇，有钱！大队赶快捡一捡！哇！不不不不不不！有没有听到他？不不不不不！哦，他觉得强壮多了，太好了，我佣兵越来越强了。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超强的战斗服没有用。哦，哦，实体攻击无效，这个我听到，我看到就很想打他。哦，我很讨厌这种实体攻击无效的，我会疯。哦，好危险！哎，第二层，很好，第二层。哎，剥皮地就有几层？有几层？忘记了。走这里，剥皮地就有几层？哎，几层？算了，不要在乎几层，反正就是慢把任务解完就对了。赶快任务解完，赶快休息，因为我嘴巴好干，喝一下茶。有王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boss， 王是这次，哦，躲远一点，躲远一点。哎、欸，铁手套，哇塞！哎、欸，我拿到一个装备了。哎、欸，哦哦哦！等一下我怎么，我刚才突然快死掉。铁手套，哇靠！刚才差点死掉。看一下这是什么铁手套，好像很好哦。不好，这个不好。有王有王，戳死他。好，这个铁手套没有用，我就回家好了。回家。可不可以给佣兵穿全套装备啊？我觉得应该给佣兵穿，也给佣兵，比如说穿鞋子啊，穿那个。你看这是什么铁手套没有用，应该给佣兵穿一下，比如说他也可以需要手套或鞋子之类的吧，对不对？全面回拿回复活药剂，回复活药剂比较重要一点，全面的，然后钱大队要捡，对，钱大队一定要捡。哦，经验神殿。哦哦哦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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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觉得我这次佣兵比较聪明，他们至少不像在虫洞或者是神秘平衡所那边的时候那么的低能。我佣兵变聪明了，他们可能是被我的意志被我感化，所以变得比较聪明一点。可能吧，自己讲哎、欸。加油，打死他们！打死他！哦，打死！哦，又是实体攻击无效，看到这就堵烂。哇、哦，看到这实体攻击无效，我就很火哎、欸，你知道吧？
打进去，打进去。哎，找不到。哦，等一下，用冰钥匙。哦，用冰，用冰，你不要死哎。哦。啊！这里吗？哦天！我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哎，高级头盔要不要再合一个？我看一下，我这是用什么？奥特加索尔，我要不要再合一个？这个超高级头盔好像比较有，还是要给佣兵。哦，等一下，佣兵，佣兵，佣兵！我刚刚在看服，我刚刚在看网页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佣兵你不要死哎、欸！我刚刚在看网页啊。这个高级头盔要不要？哎、欸，这个太阳之影是干嘛？哦，哇哦！哎，佣兵你不要死、欸！佣兵你在干嘛？有什么给他打？来，等一下，拿一下这个刀，高级头盔，先回家一下。高级头盔拿，然后先回家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个头盔它只有一个孔，也没什么用啊。算了，卖掉卖掉。哦，看什么玩意？我以为它有两个孔哎、欸，结果，算了。这个头盔只有一个孔，浪费我时间。可恶！打他！戳啊！用力用力戳！哦！打过去！打过去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哦哦天啊，这吹剑有毒哎！佣兵你不要死哎、欸，佣兵你不要死，拜托！你现在成本特别贵。哇！我干嘛走去前面？加油加油加油！打过去打过去打过去！哇天啊，这一次还真漫长哎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钻石我不要拿了，没有用的钻石。想必要集合一下。哦！天啊，好个！是这里吗？哎，第三层在这里。好，第三层，应该快了，应该快了，这里吧。算了，不要，我走这里好了。我的预感，我的第六感应该在上面。哦，哎、欸，他们过不来，好，不理他们。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哎，是在这里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也不是。靠，到底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哦，我靠！我靠！我用兵怎么过去？我还不知道哎、欸。
在这里吗？在这里吗？在这里吗？哦，天啊！哦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啊！哦，对我好一点，拜托，让我赶快结束这一场。这也吧，感觉应该是在这里啊。啊，我觉得应该在这里了吧？好吧，可能不是。哎，可能是哎。好吧，可能不是。哎，可能又是哎。好吧，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干透了。我靠，我又中毒了。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哇靠，一直中毒。哦，是这里吧？是这里吗？靠，一直中毒哎、欸！啊、哦、天啊！哦，这什么？哦，哇，天啊，好热哦！打过去，打过去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快点让我结束吧！哇，好累啊！哦，就是这只碗，哦哦，灵气加强的哦。哇，哦，燃烧，燃烧，燃烧，哦哦哦，好烧，很烧，很烧。哇，火焰灵气耶，哇，好猛哦。哎，有戒指，好拿一下。哎，不对，我应该去找那颗脑。靠哟，他那脑袋到底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果然在这里。靠，今天的地图真的是都想要搞我的、欸。你看克里姆的大脑。OK， 那我们这一次就可以先结束了。好。哇、哦，天啊，好累。看一下啊，库拉斯特的下层有已经。OK， 然后再库拉三。哇，天好热哦！在库拉斯特山场底下的下水道中找寻克林姆脑，那下次再解好了。OK， 这是以大丰兽合了一把新的符文武器给佣兵穿，然后还打到一些护身符，虽然说好像没什么会用护身符，然后还有一个拿到一个新的戒指，还不错的戒指，对，还不错的戒指。OK， 那我们这次就先到这里啊！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点个喜欢，订阅我频道，可以继续追踪这系列影片。我每周五六日，每周五六日哦。晚上八点会更新一部，那请分享给我们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快来1000订阅，拜托，请各位分享给我们朋友们，一定要来订阅我哦。好，各位拜拜。